阮金台路社区吼，是伫迄个屏东县万丹乡，啊，湾内村，伫迄个高平溪啊八八高架桥的下面。吼，啊，阮遮，阮万丹是出产红豆啊，吼，红豆尤其是阮遮红豆特别香安尼。啊，迄个泥火山嘛是伫阮遮哩。吼，泥火山每一年拢会木喷水一届甲两届嘛。啊，搁来就是迄个阮的赤山岩。吼，赤山岩就是新兴乡甲万丹乡，哦，即较特殊的迄个一点，也是伫阮即个方面。诶，阮万丹乡锦仔头啊社区关怀协会，哦，因兴第一届，啊，阮遮拄啊好，因为万内村有两个部落嘛，啊，两个部落，阮遮头一届拄啊第一遍钓到迄个乡迄个村长嘛，啊，咱遮就开始就来成立着即个锦仔头关怀协会。啊，因为遮个福利，庄个福利啊，来因即个关怀协会啊，所以来为即个街头社区，哦啊来斗三工，互即个社区个老人啊、甲囡仔，佮较会当讲吼，会当互因会当讲有一个迄、那个农务个庄卡吼，互因会当照顾着遮个人安尼。阮伫迄个1997年哦，啊伫学校伊拄啊办着运动会，啊办着运动会，兼校长，啊兼学校的会长，啊大家伫遐咧讲，讲哎，咱遮个囡仔，咱遮在地新兴国小含街头社会囡仔，诶隔代教养，哦啊佫兼迄个外配，吼、哦、外配嘛吼，啊佫兼单亲呢，大家发现了遮侪，吼遮侪囡仔。安尼，啊，拢直直路人拍拍走，啊，因的小姨讲的讲，因的个性较偏僻，啊，较无多含人去接近，吼，啊，阮遮来开始做着迄个课后照顾的陪读的爱幼班，吼，课后照顾，阮过迄个课后照顾，啊，12点半啊到5点半呢，啊，发现着遮个囡仔，为虾米跟咱厝内囡仔无共，吼？因遮个囡仔，哇、哦、啊，就伊讲来讲一挂品性啊，吼啊，三字经啊，吼啊，你行为上为什么有一点啊较，就伊讲来讲较活动啊呢，吼、哦，啊了后啊，迄、那个阮的义工咧讲，啊李师讲，哦，李师长，遮个囡仔真正无多，逐工都相拍呢。我17年，阮迄个遐囡仔，逐工都相拍啦，有诶无诶种种，哇、哦，遮囡仔啊尾啊。了后，阮再来伊讲，想讲过来开会，变怎是做去较好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阮遮好个在迄个管户吼，啊有甲阮通知讲，有迄老委会，吼、哦、这边会当来帮忙，吼、哦、社区，吼、哦、啊，互这含这义工做伙来陪同安尼，啊慢慢发现着这囡仔讲，哎呦有改善咯、哦，因为这种个囡仔问题，没有这囡仔，因是毋是因家己要来出世着这个家庭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嘛唔是迄个囡仔愿意安尼，啊，希望吼以后互因有机会安尼。啊，阮呾现在来开会了，啊来申请哦，咱老委会多元就业计划安尼，啊个兼课后照顾的计划，哦啊来帮忙遮囡仔，哦啊会当以后，伊即唔是讲一时就会当发现，等5年、10年了后，伊才慢慢来发现讲啊，遮囡仔会慢慢会改变，即个社会会改变。犯罪率爱较少安尼，吼，啊，好些囡仔以后，咱有一个，我算一个，互因以后搁较侪诶机会安尼。阮爸爸放灾了后，啊，起来，但是啊，别个讲，哇，系啊，啊，规个社区来变安尼，吼，啊，这是50年来头一次，啊，咱现在外口诶资源，吼，咱台湾诶爱心是非常的好，啊，阮透早来就接到便当，吼。啊，有接到一挂外来的资源，像米啦、矿泉水啦，吼啊，种种，互阮讲食一礼拜的外食，拢外口送来安尼。啊，阮遮决心吼，啊，都借着这个机会，来讲，食人一嘴，啊，都爱行人安尼。啊，阮拿来做迄个送餐，老人送餐。啊，阮要做老人送餐，一代先，阮得爱先有着遮个义工，吼，含遮志工，啊，含遮多元能力。啊，阮大家迄个慈惠、慈惠互转无吼，啊来合作，吼啊来甲因做所在，啊请因个老师，吼啊来底下考试，啊阮啊完成，吼、啊、迄、那个
二十几个有证照，有烘焙，吼，啊，佮有迄个中餐以及迄个品级证照安尼，啊，阮了后啊才来成立，啊来起一个幸福厨房。诶，阮恁要送餐哦，啊来成立迄个幸福厨房，哦啊来培养着咱社区，哦即个义工含志工，啊个多元能力，哦啊来考迄个证照，烘焙证照，啊个兼迄个中餐证照，哦啊那拢五六十岁哦，有迄五六十岁佫无大劲，因大家拢是现在拢是师傅哦，啊由因来煮，哦啊煮着佫较健康，哦啊。啊，更加安全的食品，啊来送哦，即个咱的中低收入的老人家呢，啊，我嘛结合着咱万丹乡公所，哦，啊咧卫生所，啊这边来，啊兼咱迄个屏东咱的卫生局，啊迄个营养师，啊来教阮遮，哦，阮那边怎去合作，啊来做这个幸福便当。阮一百年，一百年的时阵，就送万丹，吼啊十几岁，啊一百零一年，阮就延伸到新恒，啊个潮州湾，啊目前已经啊送差不多一百个左右安尼。阮上远送到迄个潮州的新开寮，哦啊，即到遐爱到二十公里，啊来回头伫迄四十公里安尼。看小姐，我才好啊！才好袂歹，谢谢。好，阿兴嘛得爱招潮州的志工，啊来参与，啊来招咱新恒啊志工来参与，啊个咱万丹啊只志工，啊大家合作，啊来做让这个咱中低收入，互因有小小的便当通食，像阮爸爸风灾安尼，得到搁较大的温暖。阮第一年吼，哎呀考着烘焙证照。啊了后，阮就去万丹红豆节，啊去迄个红豆节摆摊呢，一二十个义工去，哦，生意有够好诶。阮吼，今日阮现在咧卖红豆饼，啊排队排得落落长。啊，阮万丹的红豆饼为虾米遐好食？因为伊皮薄，啊佫厚，吼，啊互消费者佫袂死甜哦，啊互消费者大家伫食滴吼，啊万丹的红豆饼会食好食，就是安尼来。阮第一年啊，迄个卖红豆啊，阮现在咧收割。哦，啊，阮吼，阮社区的红豆啊，啊，阮就拢客气啊，迄红豆一卖，吼，卖甲生意有够好，连迄土吼现价起，啊，袂见人都烧钱买安尼，第一年卖了有够好诶。阮现甲农民做客座，啊，阮现大生就是伫咱社区去参观昆明白啊。为虾米伊的米一公斤有法度卖甲一百块？阮招三台乌游览车，啊，招社区的人去跟去甲看，啊，我想讲等下，哎，咱的红豆啊。嘛有可能一公斤内面一百块还是两百块呢？吼，啊，咱教农民在做试作，啊，试作的时阵，阮团吼送盐，阮的红豆啊去盐两百几种吼，啊，无毒的红豆啊，啊，阮来慢慢啊来开发着，阮卖迄个万丹的红豆啊，会当将伊推广，吼，互咱台湾，互咱会当较侪人食到无毒的红豆啊呢？啊，阮今目前哦啊，就有迄个红豆提拉米苏。哦啊，红豆 QQ 饼，
还有一个迄、那个红豆起司蛋糕，吼、哦，这三项卖了有够好。诶、欸，阮的产品卖了有够好，啊，阮的宗旨吼，社区的宗旨就是讲要照顾社区的老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要照顾社区的囡仔，还要照顾咱中高龄，吼、哦，啊，兼咱社区的义工，吼、哦。让咱大家拢有加减啊，有一挂收益安尼，啊，有得到搁较好的福利安尼。